跟你说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某些地方的附近啊，就会有很多美食存在？哦，像是庙口美食，学校附近也常会有美食。嗯，哎，不过还有市场嘛，哦，还有那些那个，公园，对，公园也有，公园也有，对，这都很有道理，没错。但我们为什么会在董康里面？董康里面总没有美食了吧？没听说过董康美食啊？听我说，以前呢，我高中的时候都会偷骑摩托车，就会停在这里，然后再走去学校，一不小心就发现了这里有一家好吃的水饺，董康水饺。蹦康附近的水饺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当然啦，哎，没谁说蹦康里面就一定要有水饺，对不对？学校的美食也不会在学校里面啊，哎呦，对不对？说的有道理耶。所以蹦康一定是蹦康的附近嘛。庙口美食也不是在庙里啊。对啊，好有道理。学校美食也不是在学校。你如此睿智，显得我是如此的愚蠢。没错。哎，不对哦，市场美食就是在市场，夜市美食也在夜市里面啊。我现在是不是更笨啊？哈老大，你是跟猴缺搭档久了，智商也被他同化了吗？变聪明了呢。这间店是竹北人气相当高的水饺店，只卖水饺、汤品，还有各种黑白切。营业时间从傍晚一直营业到半夜，是很多竹北人的宵夜爱店。对水饺没辙的哈老大，这次不知道又要磕掉几颗喽。我真的要感谢蹦康，还有感谢我高中的时候有偷骑摩托车，怎么说才能知道这家店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家店热卖40年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就有带我来过。哦，真的？真的？你偷吃你我不知道吗？不要再偷吃了。不要卤味，你看这样撅上一整盘，好漂亮哦。啊，水饺稍微要等一下嘛，我先吃一点点吧，好不好？那水饺来，现在可以吃水饺了。来，水饺来。哦。这个皮一看你就自己擀的啊，厚皮，哦，烫是不是？哦，这咬下去是喷汁啊，那当然，热馅儿，那个肉汁这样，然后韭菜跟那个肉汁的那个，喷到嘴巴里就稍微烫口，但是很过瘾。过瘾，对，我最喜欢吃这种皮比较厚，然后又是自己擀的水饺了。那个面香才会知道，而且光这样就闻得到那个面香。对啊，一口，对我们来说，好香，真的好香哦。老板呢，昨天他特地还跑来跟我道歉。道什么歉？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不好意思，小时候有把你的摩托车踢倒，不是。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皮哈，因为是人工做的，所以呢，厚薄度呢，大小度呢，完全不同。没有，所以你看这个，这水饺，它基本上没有那么容易看到里面的内馅，可是有些又可以，那代表每一片都是手工擀的，对啊，很棒，来，它的肉是里面韭菜呢跟那个肉，它几乎是一个肉球包在里面，对啊，那个韭菜呢，一进去的时候，那个韭菜香在口中绕。那叫什么？萦绕，萦绕完之后肉汁蒸发。我再跟你说一个小秘密。什么？我们昨天呢，拍了这个产品。然后呢？拍完之后，我刚发现前四家店，摄影师、摄助啊，都不吃东西，都不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为什么，一直问他们，哎，饿不饿？对啊，一直都不饿，为什么？都说不饿，他们就在等着去睡觉。那我现在只能跟你，还有你，说抱歉。因为这一盘我一个人要把它吃光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吃光吗？再让你吃三个。果然，水饺哈的外号并非浪得虚名，水饺魂又爆发了。这水饺猪肉馅饱满，淡淡的韭菜香气不会太呛，调味好的内馅不蘸酱油就很好吃了。哎，你们吃慢点，吃主食也要有配菜的，赶快试试。你如果认为他只会做水饺，就不对了。对，我刚刚五味切盘，就是在等这个水饺上来之前，我就真的在偷吃啊。你可以先吃一下它这个，杏鲍菇啊。对，你吃。它杏鲍菇卤过了，所以很香，卤制的香气有进去，留有那个杏鲍菇天然该有的那个甜，自然的甜。加上一点酱油膏。不错，很不错。杏鲍菇，所以说它是澳门卤味，排名第一名。
口水度很高啊。嗯，再来，你试一下，你先试一下干瓜的。我刚已经偷吃了，很棒。嗯，它的干莲肉啊，嗯，咀嚼越咀嚼味道越香，因为你看光颜色卤汁就已经卤得很深，而且时间很久，嗯，耐嚼，而且我觉得跟水饺很搭，很搭，哎。不行，可不可以留几点给我啊？张哥，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吃水饺？你真的很烦呢。你水饺王是不是？先吃干点。我水饺哈，水饺。酱汁真的很入味，然后你越嚼，它的酱汁那个香就越跑出来，然后会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香味，嗯，那个甜。最厉害的是它的瓜莲，超搭水饺的，超级搭的，哦，好好吃啊！哎，大哥，嗯，我才吃三颗哎，没有了，我算了，你刚刚吃了六七个，那你也吃了二十几颗啊？你有发现人家瞪你？你说他吗？助理啊，还最爱吃水饺，玉涵啊。以后记得要带我来吃水饺。你如果带我去叫八十，带我去吃一些不好吃的水饺，好，不要带我来吃这种好吃的水饺。所以是我错了，当然你不对、啊。我们怪本康，怪老板。对啊，什么普通美食这么好吃？水饺哈，果然不是叫假的呢，三两下就把满满一盘清空了。如果你跟他一样吃太饱，还想继续吃，那一定要来碗酸辣汤，木耳丝、金针菇、竹笋丝、红萝卜丝、豆腐丝，满满一碗配料，酸酸的醋，搭上辣辣胡椒味，马上开胃，再吃四十颗水饺都行。来了，闹事了吧？哦，你看就一定要这样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看吧，出事了吧？你看，你看在干什么？你不吃完会有空盘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吃水饺，它就是在你的胃传到你，告诉你的大脑说，我好饱，我饱了，我饱了，我饱了之前，就毛起来就是咳。你也不要管你到底吃了几个，要吃到你的胃跟说啊，跟大脑说，我好饱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种理论啊，你到所有食物你都是这样处理啊？没有，你哪有？你上次吃水饺，什么鸭肉饭、鸭香饭、鸭卤饭，你就叭叭叭叭叭叭，然后第二碗叭叭叭叭，然后在车上说，我好饱啊，我好饱，谁再叫我吃饭我就翻脸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刚也有讲。就算刻了这么多，侯秋味的新竹返乡美食还没吃完啊！比四川还四川的创意麻辣烤鱼，又香又麻又鲜又辣，一锅多吃，满足你挑剔的胃。广告回来，继续锁定新奇网食。